Hello，大家好，我是 Peggy。我今天想要做一个 Zara haul。没错 ，Zara 最近不是在夏季折扣吗？然后很多衣服都打折，所以呢，我就上网就是买了这一箱。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我到底买了什么。这件上衣也是在Zara 买的。这件我觉得超级好看，就是那时候它刚开始新出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注意这一件了，但是那时候价钱有点贵，所以下不了手。 Zara 夏季折扣之前，我有好一阵子都没有走进 Zara 去逛，因为我就是要等那个夏季折扣，毕竟折扣和没有折扣的价钱是差的有点多呢。这件我逛了很久，就是 Instagram 上面不是有很多 blogger 在穿这件衣服吗？但是呢，没有折扣的时候是有点贵，后来我就是等到折扣的时候就赶快买了。而且这件衣服真的超级好看的，就是我完全不会后悔。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买了什么东西。我这次上网买的都是买衣服，对，因为裤子他们几乎都，就我觉得好看都卖完了。对啊，就是 Zara 就是下的特价的时候真的是超多人买，就是你放进购物栏，结果呢，你过一阵子去结账，他就会很多说，哦，不好意思，已经没了，不好意思，已经没了，所以就是逼你赶快下手吧。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开箱，看它是不是包得很精美，就是有种拆礼物的感觉，然后它还帮你贴起来，对不对？而且它就是感觉它有先帮你整理，然后烫过，因为就是以前不是买网拍的时候，它这边就是我们都会收到袋子，然后衣服都是装在袋子里，然后都皱巴巴的，然后就这样整个挤在一起。对，那这个看，好美哦！我看一下，我这次买的都是那个露肩的衣服。然后看一下我买了几件，一二三四五。其实，在 Zara 的官网上面，或者是 App 那个应用程式的 application 都超方便的购物，就是你只要选放进购物箱，然后就直接你可以送到店里去店里拿。因为我就是选这个，因为就是去市区的时候顺便拿比较方便，就是它货到的时候它会寄简讯通知你。就是货到了，你可以去领了。而这一件也是露肩的，我觉得就是露肩最近不是就超级流行的吗？所以呢，我就买了好几件露肩的。看，欸，它这件就是 model 穿，我看官网 model 穿起来的时候，就是感觉它的质感很高级，就是看起来没有那么便宜，对，那也是很有设计感，就是有这个黑边啊，然后。就是做这个，这叫什么荷叶袖吗？就是 ruffle， 皱褶的边，很漂亮。然后还有这件，你看是不是很美？它这件是红色条纹的，然后上面你可以，它有做那个刺绣吧？对，就是简单的这种。样式就是不会太无聊，然后它也是 off the shoulder， 也是它的那个袖口有做那个皱褶的设计，也是很好看。有没有看在背面？那再来就是这件红色，我怎么买？这次买超多红色的东西，就因为平常我就是穿比较是蓝色调或者是白上衣，比较少穿红色的东西。但是我想说夏天嘛，就是要，活泼一点，所以我就是买了三件就是偏红色系的，它除了这件是粉红，然后其他两件都是红色的，然后这件也是 off the shoulder。而且它这个很可爱哦，它就是袖口这里有做蝴蝶结绑带，然后它是那个最近超流行的格子纹路，它这个会露那个，可能会露肚子，因为我看就是model 穿的时候就有露肚子。再来呢，就是蓝色的衣服咯，这件
那件是它的袖子是长袖的，我觉得这件穿起来可能，夏天穿起来可能会有一点热。最近布拉格天气还蛮凉的，所以可以穿这个出门。然后它这就是做的不规则的样子，就是现在很流行，就是衬衫然后做的不规则，要很多皱褶的设计。你看，像我这件也是，就是它是。就是有点男生的那种衬衫吧，但是他们就会故意做成像这样子，好像你随意把袖管卷起来的样子，对。那这件也是，就是前面的设计是这样子。再来最后一件是这个的，它这件跟我身上的有点类似，我身上这件也是做的，是绑带的设计，就是它绑带很长，你可以绑蝴蝶结，或者是放下都可以。对，那给你们看一下，我等一下我会试穿给你们看。我这次还购入了这双草编鞋，我买的是599克朗，大约是。800台币，然后它上面是印有最近超流行的格子印花，而且这双鞋穿起来超舒服，完全不会咬脚。那我们现在来试穿。而且不用就是去逛啊，就是逛到，因为店里他们的，因为就是如果是折扣的时候，他们店里的衣服都会被弄得很乱，就是大家都会翻来翻去，然后逛起来也不是那么的，你也不知道到底哪一件是好看的，因为每个都很杂乱，它就是没有像就是新品上市的时候，每个都分门别类很清楚，你一看就知道是哪一件衣服是你要的。对，所以呢，在夏季折扣的时候，我比较不喜欢去店里，不喜欢去。看人家人挤人啊，就想说那就上网
就是看模特穿的怎么样，那如果我觉得好看我就是先就买了。这次我订的总共是1、2、3、4，我订哦，看一下哦，忘记我订几件，订四件嘞，哦五件，然后我这次就是选的这五件衣服，就是我试穿之后我都觉得很好看，就是我非常的满意，没有说什么size 不合啊，或者是款式没有我那么就是跟图上比有差，对。然后这几件我都觉得它的质感蛮好的，看起来就是不会看起来资料摸起来不会到很便宜，对。那也感觉是可以穿很久的，而且我本身就还蛮爱逛 Zara 的，因为我觉得他们的衣服很有设计感，然后虽然有些的资料看起来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它已经比 H&M 的资料好很多，就是你要挑，你不是它不是每样产品的品质都很好的，就是你要去，就是有些品质我觉得还不错，可以穿很多很久，因为像我之前还蛮常就是买好，就是我以前买好几件就是 Zara 衣服，到好几过了好几季之后还是可以穿，而且穿起来就像当季的一样，因为就是流行的商品就是会连续大概连续一两年三年，就是还是会一直持续的流行，不会就是你穿一季你就过季了，对。最近很流行那个露肩，已经从去年流行到现在，这次夏天也是超流行露肩的。因为这次开箱他们的衣服，每件商品就是完全是全新的，因为就是你去店里看的时候不是很多衣服，因为大家都会去试穿，然后白色衣服你一定会看到就是很多那女生试穿过都有那个粉底的痕迹在上面，我非常不喜欢，就是虽然很特价，但是上面都百分之就是很多衣服都会有残留的化妆品在上面，然后而且就是有些人都会把衣服撑破，就是你会看到车线怎么松掉或者是被撑破，你可能在实体店面逛的时候你可能会逛很久才会找到一件就是你喜欢然后 size 对，然后实体又是很完整的产品，对。那上网的话就是上网线上购物它就没有这个问题，就是它都会，我自己本身觉得就是没有人试穿过，然后他都会帮你就是整理好啊，就像刚刚开箱的时候看到，就是每件衣服都有被烫过，不是皱巴巴的，所以我觉得非常好，就是我以后应该还是会就是继续在 Zara 上面网上购物或者是 application， 因为现在手机购物我觉得超方便，就是你就没事滑一滑，看到喜欢就放进购物栏，对。虽然但还是要克，就是还是要克制一下，不要太疯狂的购物。就我这次也是等很久，等到夏季折扣才开始，就是看他到底有卖什么产品。其实我已经不是一开始他开始说夏季折扣就逛了，我也是到现在有点中间了。他大概六月的时候，六月不知道忘记什么时间就开始了，然后现在我已经是七月中了，对，所以我也不是到说非常早就开始逛的人，但是还是有看到我喜欢的衣服，然后 size 也是我的，因为它就是热卖款，小号的 size 就很快就没有，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想要就是有比较好还有比较好看的衣服，可能就是要赶快，就是趁还没有到夏季折扣尾声之前就可以去逛一下。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希望你们会喜欢我这次的影片，那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给我一个赞，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我会非常非常的开心，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